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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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这般若伽难遮故。这般若伽难遮故。我今见闻得是其。我今见闻得是其。灌溉如来真实义。灌溉如来真实义。这也是整部《法华经》里面非常重要也非常核心的一个佛法的观念。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呢、你可能要对这个《法华经》哦，可能这些天文地理啊，我想《法华经》会开地位啊，想《法华经》会有地位啊，对嘛？每个人都知影啦。你要有想法了，这个地位就会来了。今天你想想，地位就会造出来。是你怎么样的去了解到，这如来文，请如来，这如来主。那么再去把它盖下的这个缘起法来对吼。这个缘起法是佛教的所谓的缘起正见。那么他学习的这样的经论当中啊，一定要透过缘起法的正见啊，缘起正见来支持着我们修行。一旦他利用的缘起见解这个观念呢，就能够看到看这功夫吼，这个功夫除了我都顾家己，我可能嘛去伤害着别人。恁学习功夫经论。是爱有法度度众生，那么要度众生之前，最基本是家己先做烦恼离脱。可是连这基本的缘起见解拢无要去甲学习，学习佛法最怕是挑着学啊。什么叫做挑着学？我介意，我觉得我喜欢的我再来学，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我不相应。这个一切佛法相应不相应哦，不是凭感觉啊。你就是足济个，你未想要学习了，你讲要教你忘吗？可是咱来到这个世间，偏偏足济代志，我就想要提起，你偏偏要我放下。财色名食睡，人人都想拥有，你偏偏佛法就叫我放下它。当然，你要选择挑着去啊。完了，你可是讲，哇，你安那做吼，这功德无量，哎，这个也许会有一些感染力哈。那个哎呀，做迄啦，做一切工程拢是空的啦，免计较。啊，那免计较，我就啊，那卖计较。你就叫免计较，你嘛卖搞计较。所以我要好钱嘛，再都都要好得好啊。所以你看这个佛法的一个这个双向的这种互动哦，他们叫做空性。做如来做就是做空性，一切法空。一切法人法空法法空，才能够真做如来坐。如来坐代表是什么？法身常住。法身常住，所以通常三个大地皆为如来身。或者三个大地皆是如来一样，何处不说法呢？我现在何处不说？哪里都是缘起所生啊！三河大地干不起缘起所生，三河大地干不起突然间有，三河大地是突然间有的吗？他想要有就有的吗？三河大地也依缘起而有，所以三河大地亦为如来身，亦为
对？如来是为什么？如来者，何为如来？正见缘起，故一切法空。所以你看说对这些 NQ 的牵扯，你走到哪里都具如来正见，你都没颠倒嘛？没颠倒，你走到哪里都是做如来做法，不颠倒。所以这个我们礼拜天这几个礼拜天呢，会透过几堂课来介绍缘起法。这个缘起法基本上是佛法的基础学，也是佛法的究竟学。你说它为基础，不为过，但它更是佛教的究竟的一个。刚才讲你离开了缘起，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入佛教之门了。不是讲我大家我嘛来佛寺，我大家嘛拜，我大家嘛上经，我嘛皈依，我嘛修改，但是还没真正入。你不要那个高当中一些那个宗教的缘起法、因缘说行法。咱并不牵扯去讲安尼，有可能咱是想要在这个世间当中啊，这个迷失了。为什么迷失？没有正见缘起就迷失。所以以前这个永明延寿大师啊，明朝的永明延寿大师哦，一共问几句的，说嘛。我们的人啊，二六十中啊，常在悟。二六十中啊，常在悟，悟就是觉啊。二六十中你就是用就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二六十中一天当中呢，哪里不开悟啊，哪里不能开悟啊，就在大雄宝殿才能开悟啊，进法堂不能开悟啊，进大了不能开悟啊，进辽王不能开悟啊。你看那个华严经哦，讲的更微细啊。华严经，因为我们在农历七月，这个屏东有个青龙寺，他们要举办那个华严大法会，他们好像讲的华严大法会，他们有四天啊五天哦，他们要我去跟他们讲这华严大义啊，我还是找到屏东青龙寺，但是这个。不好意思跟他们推脱了，一开始在南港的熊主会是那边团结而为嘛，因为我们避开了我们的法会刚好圆满，那他们就丢了一句话，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他说钱东西你也修改，你专门得一港好空间，我说人家过去成就我们了，就是那个人在农历的七月有大概有五天嘛，就回去跟他们介绍嘛，讲解大家好凶啊。介绍这个华严大义，做青山的，做内山的，车程车程，迄个四天街内底，三军基地内底，三军基地内底有一间佛寺，可能较早国分拢安尼有咧修过吼。啊，好，那简单讲，那个华严经里面，他讲的跟维系在哪里？何处不自在？你看那咧，咱来去咱佛寺那咧，咱来到最近所在弄一下呐，咱们这边当愿众生什么什么嘛，然后来我们到净法，若大小便利时，当愿众生，对不对？愿除无过。我们说一起啊，包括你哪里不开悟，你连进洗手间都可以开悟呗，对吧？什么都当愿众生离苦得乐呗。这华严经的进行品啊，华严经进行品啊，华严经的三台通子五十三掌。所以我们也说到这个嘛，二六十中啊，常在悟啊，不是选择性的，我在大殿才清醒，
我离开了大殿，我就模糊，我就糊涂。所以他就做如来做马，何处不如来，何处不天堂啊？啊，这你看那块那个规矩，这里抽出来的那种心念，那种的气度，那种对法的觉知，哇！那个我等下我再看看这个主持的一些传记哦。我最近都觉得时间不像告影哦。这个书好像读的不多，一直在看书。这个书好像这个，过去虽然讲我他不要去流浪的，他过去，但是觉得好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些厨师啊、大方的时候，觉得哇，就是自己了解的太渺茫了。尤其看到厨师们的深入经藏的时候。那种精神啊，他有时候一点点看到感动，那种感动我们很惭愧的、啊。那习惯不很解，我们就觉得说已经很疲劳了，很疲惫了。哦，祖师们过去啊，更多牛多众生，一个要干净，一个要写著作，伊嘛是跟咱同款二十四点钟啊。我拢在想看，现在祖师嘛有在困，他在哦。那不是跟他同一个时代，我昨天我暗时我也不敢睡，因为咱困醒，因为咱在困，拢看伊还搁咧用功，啊，困醒伊还搁咧用功，可能拢无咧困的感觉。就他们是怎么样去善用因缘？所以当中这个都深入经藏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的渺小，才发现到自己的渺小。像这个憨山大师梦游记哦。做蛮不错的咯，哦，都可以多看。像那个憨山大师有注解的《圆觉经之解》啊，《圆觉经之解》这一本啊，这里以后有看有可能那个介绍《圆觉经》也可以的，我感觉哦，《圆觉经之解》哦，讲给你解释，那怎么那个是上面的直解，不是注解哦，直接的直接就直接告诉他在讲什么，不模糊的。那叫十二位菩萨谈缘起法，十二位菩萨谈的菩萨法，菩萨缘起法。哦，有憨山大师那本《圆觉经之解》，哇，那个很精彩啊，我不了几本哦，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啊，不是哦，那么厉害哦，那么厉害哦，啊，所以我们要多学习啊。我们延寿大师说，二六十中常在路，走到哪里不能模糊啊。好，那咱看就看到这课本，我们看到343页，343页啊，咱看这一点，我们还有一小段哦，把这一小段讲完来哈。因为有王菩萨，有又菩萨闻是《法华经》啊，惊疑不怖，惊哦，惊疑怖畏啦，惊疑怖畏呢，哦，当地啊。因为心幻于菩萨，若声闻者，闻是经精妙部位啊，当知是为真上满者。这是这个世尊甲玉龙菩萨讲啊。可是有菩萨听到法华经啊，会惊伊啊。当知那讲他是心发音的，就是初发心，初接触就大幸福了。都是要，哎呀，做这么多的参经，咱都去初学入门吼，啊，做这些代志，讲到这些，但是我拄初学去到荷兰的时候，听人讲修行无假期吼，头壳拢麻起来啦。我讲读高中嘛有假期，这边嘛够半假吼，上尾一个月嘛够六天假、八天假，在我排掉。啊，啥物读荷兰伊讲拜六礼拜要休假讲。有假，有想到假期吗？刚刚上去去用拍钱对吧？还被找来骂，但我都坐啊，怎样唔知？我想既然就放假哩哦，就是讲刚刚三日就俾人放假，俾倒来下工看惊惊哩，这心实在是，接不落来。坐啊是真的是这样，接不落来。
来假期一下，看啊，着礼拜就找一礼拜，着要放假就拢什么，好好嘛拢见啊，着放假，有人应该嘛见啊，着放假，一个假到三年，无三无代志，三年来叫出来念念的，你想放假？你来多久啊？啊？我说啊啊，无放了啊，今日来搞两下咧。他就是要让你永远记住休息没有假期。盖的，嘎嘎快啊！你们讲不可以哦，休息不能放假，我绝对爸爸啦，别尴尬啦。那地方记得哦，整台应该是叫个性哦，无爱得我头痛嘛哦。你较早读书捌头髓贵啊，啊唔啊，其他无啥物事。较早头髓是讲做歹囡仔，头髓是着病到，啊着迟到啦，啊着洗饼吼，掠鱼啊啦，啊去拍无了眼啦，啊买咖啡啦，啊着捡石头换钱啊，啊以前安尼头髓啊，来读高中啊，来读高中的囡仔。那时候老师才讲啊，哎呦，休息没有假期哦，不可以这样哦，那我绝对会感觉有什么严重性。就因为一个请假，你搞啊，一届就好啊，一届我从出国回来放假，你叫不叫就交往外照，放香火在里面。除了寒暑假，还得上注意哇，我的外照，你搞公安网照啊，赖着你反正老汤叫汤多啊，免得薪水啊，免得钱啊，都赖着不走。就是，他心情乱。原来个心情啊，最简单的条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习惯，习惯就好啊。过去咱就是无习惯，见人就是要休假，见人就是要放我走。啊，习惯啊，习惯啊，后来呢，想要休假拢变多。另外，大家多年前啊，因为各位有一个这个放下嘛。但是你开心才有放香啊，放香你看就贴个放香牌，后面啊后面就去登记啊，你爱登记多了，他才讲有偌济人无伫个啊，偌济人伫个煮饭啊，哎，就讲啊奇怪，啊后面遐拢歪走，歪走就休息没有假期，不知道吗？哎，我白讲，这个是就爱抢机会，其实也是在大家同参道一个默契。好，所以人家在讲啊，当地菩萨听了，听那是心发愿，惊吓过来，菩萨做哪呢？菩萨做都济，袂使万难呢。啊，咱要做的一定万得加减嘛。但是菩萨在告诉你，心发菩萨做任何事不能埋怨，好吧？你就没关系。哈，三藏法师讲这句话也蛮有效果的，哈，我一直就没关系了，哈。好，那一个干嘛？他是我记得心发菩萨。哇！他说老师们弟子听到发了经，讲哇，我也可以成佛。哎呦，我已经阿罗汉了呢，短贪嗔痴呢，我还有什么没有成就的？就是真上慢。刚刚等我，我两个人修个两班，两个人生活上生活当中，我做这只啊，我你是搁咧养啥货呀？会不会？我做这只啊，我你是搁咧奔波啥货？心花一这个呢，真三万比丘就是这样。阿罗汉，我已经不再有贪嗔痴，阿婆你是要去叫安哦？不再有贪嗔痴，阿婆教的，你还必须广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的。不是你无烦恼就好嘞。啊，不是讲我出家啊，我若不是修养，我卖烦恼得啊，我做我该做得啊，我欢喜了办，我做我得啊，我也不管任何事，我也不换你，你也不换我，这样就好了。错，大错特错。我的小子，你都在阿罗汉，就那些阿罗汉也有脱红波的时候啊。阿罗汉也有脱，阿罗汉也有那个没有人要扶持的啦。不是你阿罗汉，你地狱都有人扶持啊。阿罗汉也有智慧，没有人物质的啦。为什么？我跟众生结好缘嘛。所以我有时候我卖烦恼，我代志做好，我直接到电话，我该起来，我起来，我就规工闭眼了办，我什么也都不管。阿爸出来吃饭就好。你总在那个时候，我们去晚上嘛，烦恼可多了，多到哪里？多到你看不到你烦恼，还能只有？烦恼多到你看不到你的烦恼呢？
而真上帝比较的是就傲慢心，傲慢心。所以当时咱伫这个座厅内底啊，咱在家出家出家出家众啊，看，人家需要讲去发现就讲，咱的初发心，咱是上主，咱我哩，伊个，就是这脑力地方的强，搞完工资过来，他为佛教，他为常住，他为众生，为佛教，为常住，为众生。所以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你大人的代志啊。他这学生囡仔其实听这，感觉很讲这就是大人的代志啊。你讲我听，我知啦，这是你的代志啊。我嘛听对啦，但是心嘛是跟你的代志啊。哎呦，慢慢慢慢，随着咱的这个学习的时间的增加，看看形成这关系，给大家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要牺牲，不是单靠几个人，所有的一切。会常住，常住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运作，众多人的因缘在运作。会众生，另外一种。所以呢，阿罗汉听了，这个发菩萨心，要成就佛道，伊感觉讲，哪有迄个代志？好慢，哪有迄个代志？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这一段的话，下一段的话很重要的，就帮我那个记下。这个世尊讲，如来菩萨，若欲救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掉世尊的涅槃以后呢，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讲，欲欲呢就是希望或者愿，愿为一切众生啊说法华经，那讲法华经是讲叫法华经，大圣无量，大圣无量菩提心菩萨度。哦，若有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讲呢，云何应说？应该怎么说呢？有啊，是为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啊，入如来行，就如来意，者如来者，入如来世，就入如来门、如来门、如来世，着如来意，坐如来座。而来应为世众广说是经啊，为大众说是法华经的，说是菩萨法，菩萨法。用如来是者一切众生中大慈悲心，如来是啊，入如来门啊，大慈悲心啊，你不是大慈悲心，你是入不了众生心啊。众生心刚才单单你想要度就能度吗？啊，你想要度就能度吗？没办法，发大慈悲心才能度众生心。啊，比如说呢，一切众生对嘛，大慈悲心是如来一讲，如来一者就是什么？要柔和啊，忍辱，柔和忍辱心，还久呢？跟金就金就爱被毒的金就是安尼，我中忍的，阿你妈骨头我地下不叫叫，我中忍啦，那真正在忍耐吗？那如何忍辱？那是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吉祥的一个味道。如何忍辱？不是被压榨的。如果人们不是被强迫吞论的，没有，他是有一份的智慧，因为了解，因为有慈悲心，所以比较众生更高，所以人类境界现前对来讲是一个超越的时阵，并不是在吃苦的时阵，所以他要如何忍辱力。那么如果人的力量呢，如来坐着是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一切是什么？应用鬼流音，身正见缘起啊，一切法空。所以他人我空，法我空，一切法空。所以说啊，用一
一切法空时，你就安住失踪，并哦，然后怎么样？以不懈怠心，这三个观念了后呢，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无害怠心，就是常勤精进。这个观念必须不是讲做一届哦，是要怎么样？常勤精进，不懈怠，才能够成就自己成佛。那么，然后呢？以不懈怠心呢、啊，为诸菩萨及四众广说四法华经，不懈怠，不懈怠就是精进，勇猛精进，勇猛精进的这个过程呢，这背因缘因果境界考验来退转，所以讲着入如来是着如来意，作如来作，他就是要精进。但我相信呢，那每一个佛弟子们拢是。对慈悲心，对净土心，对一切法空的观念拢有。只不过咱为什么有当初迷失，或者无清楚？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咱的精进、精进、精进的心嘛，比较较无遐执着。比较较无执着时阵，咱对慈悲的力量会较少。这个慈悲的力量就像什么？你有可能你这慈悲的力量，你有可能参禅，那个哪机会？红中丁啊，但是没有花也不在啊。有的人是这个参禅，那个罗丁火八节这种的啊。有些人呢是像阳光这样，随时普照大地啊，同样都是亮度，可是亮度的范围不同，有的人做不一样，慈悲心不一样，亮亮嘛，红中丁。真无细腻哦，风一吹，风一吹就没了。它要被保护着，还要一个防护罩。啊，有了防护罩，它的亮度还这么的微弱。纵有慈悲，也这么的微弱。有的慈悲心是很浩瀚无比的。慈悲心就等同于这慈悲心，就在阿含经内底有讲。这地回这慈悲心的顶中，这慈悲跟智慧两个是怎样？你看这禅城这个郊外，能比是够，如鸟之两翼啊，有慈悲，没有智慧，这叫交往不离的，它是平行的。所以，我当初他的这个心量，那爱空旷，为慈悲心开始顶。你是感觉咱家己自己是这个风中顶的垃圾灰，啊，未堪你人讲两句啊，还是未堪你人考验两下，就去地倒去空闲啊？可能就是垃圾灰啦，因为垃圾灰最需要被保护的，因为有人拍这卡钱，可能就会花一些。事实是这样。他说：“咱只不过是一个这立功顶，哎，立功顶的虽然靠边加上个红哦，但是他的力量就是这么微弱，他必须要因缘基础。他说那些立陶根，他是随时都可以怎么照亮大地的，就慈悲入门。但首先他贵体拢无法过主体心，只不过咱主体心的亮度怎么把它？”打开，着落而已。虽然咱在家修菩萨界，咱都满意啊，满意嘛是咱的落落意，忏悔意嘛。所以为什么讲咱出家的衣，我们称袈裟，袈裟叫做柔和忍辱嘛。哦，出家的袈裟，在家咱叫做忏悔意嘛，对吧？啊，忏悔意上面忏悔惭愧心嘛，抱着一份惭愧心。我今生得以亲近佛法，但我因缘还没有办法具足，着如何依？它是一种的惭愧心，但也希望透过此惭愧心呢，而后能有因缘着如何依。然后来入如来是乐乐，做如来做，护一切法好。哦，所以在这个法师品来这样解断我呀，我这个。重要的慈悲心，
柔和忍辱心，还有不一切传弘。这是法师品里面的最后的一个世尊的毗龙菩萨啊，特别强调了，有了慈悲、慈悲心、忍辱，跟这个一切法空这个地位，你才能够得见宝塔。法师品讲完了，就要见宝塔了。那你能不能见宝塔，就看你的慈悲、柔和、忍辱，还有你的法空的智慧。他是佛教的地狱，你想要得见宝塔恐怕也难了，恐怕也难。什么叫宝塔？哎，我们接着来看见宝塔。来，我们看到350页啊，见宝塔。这见宝塔体呢，是得多宝如来。这家甘蔗节税里面是这个，在《法华经》当中讲到这个法师品，这时阵的这个他方世界诸佛菩萨都阿未来印证，见宝塔品呢是多宝如来呢，为要证明咱世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华经》没有问题，而且是什么？过去佛已说，现在佛今说，未来佛当说。多宝如来是过去佛，所以过去佛已说，现在来印证。世尊所说的什么，完全正确，而且是必须这样做。所以董世尊讲完法师品了，就是为咱一切睡眠的这个慈悲心、柔和忍辱力，谈到一切法空。然后他方世界得堕如来从地涌出，来见证这件事情，印证。那么这个见宝塔品是大正大地裂开从地涌出来，这个地叫做什么？在还没有解到经之前，先给各位一个概念，叫做心地。慈悲心入如来门，着罗河于见切法空，你当然得见你的如来宝藏。如来宝藏从哪里看到的？你的心地，你的内心，你的意念当中清楚明白了，在那个意念意识当中非常清楚的这个，那最究竟那个核心的地方。好，那个换这个经文啊。前面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谈，我们就看到经文，这个经文很精彩啊。这经文呢，谈起来讲故事，但是它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法华经》的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一个智慧。由逆袭，这个逆袭是法，这尊人公案，法华经当中法师品里啊讲到很多逆袭，佛经有七宝塔，讲完了之后，佛经有七宝塔，七宝塔。这七宝塔呢，有多高呢？高500由许，500由许，1由许40点，500由许哪一高呢？由许，纵横250由许，纵横，宽高宽，250由许，从地涌出，住在空中，从地涌进来地，半空丢着。在空中，中央哦，那讲我啊，这有时阵咧讲，他们解喊过哈，那有时阵讲完经了，一分钱就有七宝塔，500由顺的悬，250由顺的跨度，你比台湾还大呀嘞，台湾还大嘞，现在这个佛前代表什么？它是一个意象。我们从一个角度，一个意象，
修行的人嘛，下一步，一个修行的人嘛，方法。哦，后来管我爸有水宽250有水，从地涌出，安住在半空中。安住在半空中的意思就是超越了。好，一共呢，安住在空中，哦，种种的保护和装孝之，这是中央，哦，这七八法非常的专业，哦，5000难寻，啊，堪是千万，哦，无数传款，以为言事，垂宝璎珞，哦，宝林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啊，多摩罗跋旃檀啊，旃檀香啊，旃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梵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名圭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高至四天王宫是在御界天的，御界天啊。六一天里面的啊，四天王殿，四天王殿呢，在有一个多帅天，多帅天有一个这个多帅内院，是上至到四天王殿最高的。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佛教界好多的这种装饰，然后叫这些经文的字，那我们做宝盖啊，这个虽然不太大了，但是它是一个象征，法文。这七宝塔500游旬25游旬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太虚大师怎么跟我们解释。太虚大师这一段解释得非常好。因为呢，宝塔从地涌出，我那里嘛，这个解释文啊，宝塔呢从地涌出啊，有过去古佛多宝如来啊，亲来闻法。都不如来亲自来闻法，多宝如来亲自来闻，多宝如来亲自来印证，多不如来印证，以证是经之圣妙，来证明这部《法华经》的功德殊胜，微妙殊胜。然后呢，支底与这个塔是同一样，这是固底的，就是塔。就是塔，应时机什么而显现应一个时机的，这就供完幻术变量了，应这个时机嘛，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你看，啊，显现佛前及法华经法华会前，佛前就是法华会上，甭管叫化罗为兄，五德波如来即现七波塔，啊，及化罗为前。七宝塔代表是什么？如来藏心，好不好？刚刚提到如来藏心，七宝塔是如来藏心，我们如来藏心啊。高500有许呢，代表是什么？如来藏心啊，与众生心、软心不相应的、啊，不相应啊。凡夫心是凡夫心，佛心是佛心啊。虽然是心佛众生三个差别，但是佛心不相应于杂染。所以呢，因为500有许是超越了众生，咱们众生心在哪里？五道、五趣。阿修罗呢，这里在五趣里面，是后来再把阿修罗称为六道，也就是在阿含经中包括五道：天人、天人、天德、灵德，得个五个条件，超越了这500有许。好，再来，高出。五趣之上，高趣五趣之上，纵观250有许呢，是吧？是为如来藏呢，即为25有之真实体型，25有之真实体型。所以宋永初呢，是吧？是譬喻呢，如来藏心呐、啊，如来藏心呢，由见思等烦恼。见思惑、见惑思惑等烦恼呢，怎么样？
的显现出来，如来藏心就是从见就断于一切见识恶惑而显现出来的如来藏心。啊，刚才告诉你，你没有在这个，你没在这个见体跟思维当中破土，你如来藏心你也显现不出来。如来藏心不是另外一个如来藏心来破见识恶惑，而是如来藏心本就在见识恶惑的断除而显现出来，啊，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好好来看。所以呢，如来藏心显现中啊、哦，所以呢，住空，住空，一共这个250由旬，250由旬住在空中。住空是什么意思呢？住空是譬喻人哦，法于真空实相而住。法注意了，真空实相，真空实相。真空就是这个。显现一切法的什么真如本性，哦，真如本性。所以呢，欲法呢在真空实相中呢显现出来，说5000难许，比的是什么？5000信尽念定慧无力啊。所以都有意思的啊，这都有意思的。所以他不让空，就觉得以意象，他的意象。好，信尽念定慧。堪视呢是呢，堪视千万代表是呢，禅定甚多了，禅定的力量，禅堪视就叫稳定嘛，代表是禅定。讲一说，啊，比喻的是禅定甚多。床法呢，比喻的是智德，智德高显。璎珞呢，比喻的是什么？三念住。宝林呢，比喻的是四辩才。出去不过旃檀香呢，比喻的是什么？三轮不思议化，是。一切众生转恶为善，转染为净，成无垢功德之相。哦，所以凡盖呢七宝合成，必须怎样？具七圣才，哦，高至四天王宫，必须怎样？高出四天王之上，可是超出了欲界啊！哦，这七圣才在阿含经就出现过了哦。啊，你就出去，只不过你家是咱太虚大师呢，伊借用着这个因缘，他把它套进来。那么，不像伊这个佛陀经当中，他谈到七宝塔，谈到500由旬、250由旬，谈到这个5000难许，不像麦阳经，他还说你没有接受。这个它是代表了一个法的意象，可能清楚明了啊，原来在谈这个，原来是在谈空性。所以见宝塔比是他方世界都不如。得过如来来应景，来应景，我来清真功。世尊在《幻华会修》所说之法，真实不虚，真实不虚。只要能用这个方法去做，以慈悲心的如来文，以柔和尽量以啊，着如来的这个柔和的如意，等到得尽的一切法空的意，你就可以清楚你那个如来藏心在哪。如来藏心就在我们自己，人人本具，人人本具啊，人人好，来揭晓啊。用了33天，啊，与漫天罗花供养宝塔，啊，与诸天龙夜叉千达婆，啊，阿修罗，啊，迦罗罗伽那罗摩罗伽人非人等千万亿众以一切花。像璎珞、哦，梵盖、祇月供养宝塔，恭敬尊重赞叹。这些看33天啊，这个朝天宫啊，那个300天呢，都非常的什么恭敬供养，恭敬供养啊，恭敬供养。然后呢，逆袭波塔宫呢，宝塔宫呢，啊，大家谈的这个就是开始多宝如来讲话了啊。逆袭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说，叹言赞叹的说，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会教菩萨法，这菩萨法就是《法华经》啊，所以以后呢，这送《法华经》嘛，就是教菩萨法哦，看菩萨法啊，菩萨法，菩萨法。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半空中呢，哎，有个赞叹，我释迦牟尼佛啊。能以平等大会啊，平等，什么平等？无分别心，未分讲，你这是什么人？你什么人？我讲的话就无人管，
当然，伊当时有愿意算账，但是在这个跟菩萨面前讲，你看世尊一切大众拢受尽，都受尽了，五百弟子也受尽啊，都受尽，平等。把所有的众生拢说出的这足条啊，关于众生皆能成佛，所以叫做平等大会。那菩萨啊，教我们学菩萨法，世尊一直都教我们教我学菩萨法。将来不干安公，过下年就好。所以要谈这个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袂讲家己过好得，可是有当时咱时常好听，哎呀，家己过好得啊，管人管人济吼。啊，我讲人一讲，就是讲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管自家自己的心念呐、啊。但伊是叫你讲不管人家，不要去度众生呐、啊。那个把他观念把他弄会错了。我只管自家，不管人家，所以我只管得啊！你也知道，人家是跟我管，只管自己的心念，我们管不了人家的心念，但是我们要去关爱众生，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嘛。一光台说：“跟我平分天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哎，一光台说：“跟我那我们讲，为什么讲这个？看一切众生都菩萨，自己就是菩萨。”你要看准你看，哎，大龙是菩萨，我还是凡夫的时候，你才觉得你那个心境。我还听过大叔的古话，我感觉真好。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进下人。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道，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心坦不论人非，这种都经不了，几人做得到？不论在家出家，必须上进下人。我第一点就好几个人就已经八条就光了，还有八条就光了。不论在家出家，必须上进下人、欸、已经打掉多少人不及格了。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很棒的几句话。我甲记起来，你想着你家己，我觉得这是蛮好用的，我觉得那个境界来的是，啊，先他们去做超市主播，纵有过失都觉得自己是德恨不够了，啊，纵有过失都觉得自己德恨不够，是啊，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只是。印光大师哎，近代的人近代印光大师，净土宗的，我们就强调净土法门的，净土宗祖师供我，我那天我跟你讲上来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是这样的啊。好，那接着看哦，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啊，平等大会教菩萨法，《法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令，这个佛呢是三世诸佛都护令着，所以三世诸佛都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啊，佛所护令，《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法华经》就是菩萨法，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今是真实印证了、啊、你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在半空中得不如来赞叹世尊释迦牟尼佛所说法真实不虚。我说世尊讲话咱还不相信，得个请人来印证嘛。一佛出世，万佛永护。佛跟佛当中有人在做事情，佛一定会护持佛的啦，菩萨会护持的啦。只要你肯发心，肯用做代志，那伊免得做容易的心机。所以现在就算了，的规定当中呢，唐弘是改得不如来来应验，佛所说法真实不虚。得不如来是过去已成佛啊，一
一个行李行过来，所以说世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法华经大乘菩萨法真实不虚，就是这样修。肯定的哪一句？前面所谈的这个未记的虚云，去公公公，后来尤其在法师品里面谈到的慈悲心、忍辱柔和、法空明，就是入如来是着如来坐，如来坐平等。所以讲过，在梵空就七宝塔中大声的赞叹，这是谁在赞叹？他就相应感应到这样。他们有多高？世尊说法以后呢，他方世界得报如来，因为印证，印证的是过去佛嘛是安尼讲，过去佛亦如是说，哦，过去佛嘛是安尼讲，好，再来看啊。我们看这个太虚大师这个白话解释嘛，白话解释，你看，持赞叹释迦牟尼呀，啊，释迦牟尼佛呢，并可所说，哦，妙法莲华经，音声即是什么？塔中出言赞叹，即是佛塔当中出言赞叹，你可听听啊，真的没有感动。这个音声是什么音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就说算法已经让你有受到一些感动，那个感动是啊，对吧？你讲完就对吧？你讲完就确实的，安尼做是知识不离的代志啊，你不会怀疑嘛？就参照爸爸妈妈给咱教道理，你觉得爸爸妈妈讲的道理，你心里就听到了，就了解了，对，真实法嘛，无啥物好怀疑啊。你尽量要做好学生，做好孩子，你不会怀疑啊，你不会怀疑。好，所以呢，来看，有这个塔中出声音赞叹，赞叹菩萨善哉善哉啊！一赞叹呢，这个一赞叹是其能施权，施权就是方法，方便之法。赞叹其能显实，就这样。这个善巧方便啊，这个开权显示，这法华经里面就谈的开权显示。善巧，善巧真实实相，特贵的善巧去凸显出它的真实，方便方法凸显出它的实相，所以开权显实，开权显实，实相法能不能马上让我们知道？你看，这叫用红红白空观的成像，难道不？哎，请问
啊，台北归对一个方，啊，台北的这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所指指的那个方向，就是方嘛。那这个方向你看过去，哦，原来这个方向就对了。开权显示嘛，开权显示。所以世尊呢，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呢，也不断的以善巧开权显示方法，把它去前车明了，进掉或者地图。所以我记得在上个礼拜跟各位谈到，后来给我们在读了《法华经》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发菩提心，善护念一切众生入佛身。发菩提心，是咱家己发发心，善护念一切众生的心，让一切众生培养在这个佛法的熏修退转，入佛之都能够成就像佛一样的智慧。嗯，就是咱需要发观的。好，那继续说。由湛难开权显示，啊，湛难显示。那佛观众生本来是佛，佛观世尊观界就本来就不行，可见众生本来就是众生本来就具有成佛的这种条件，只是怎么样，这几皆可成佛，实为怎么平等大会。所以说，我可以成佛，你们也可以成佛啊，不是只有我啊。平等的大慧，佛以慈慧，甚至于这个平等的智慧呢，为一切众生啊，说种种二法，哦，有为法，无为法，法相虽有差别，所以公众有什么善法，什么恶法，有为法，无为法，很多的善巧，这些善巧呢，就是什么，这种种一些善巧，哦。虽有差别，而实无异，哦，实无异，非为教菩萨法矣。所有些善法也好，恶法也好，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都是为教怎么样成就菩萨法。来讲恶法，你说这个不能做的，哦，比如讲，反正嘞，这个《梵网经》来的。哦，为什么讲念菩萨道？哦，由于在《梵网经》里面呢，这也有一个提到了这菩萨的一个修行，要善护念。哦，怎样的善护念呢？要次第平等布施。什么叫次第平等布施？你不能去分别凡夫身、圣贤身。那这圣贤身，我给侬把《梵如经》啊，我得清清菜菜啊。有你有些有《梵如经》甲《圣贤经》，这样本身就是这分别心，有一分别心就无平等，不平等哪来的智慧？《梵如经》的这样教这个啊，所以有人说那是什么叫恶法？你刚才正拍的那恶，那恶法是告诉我们，你不这么做，你有哪些过失啊？善法就是你怎么做，你的功德在哪里？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都是叫菩萨法。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内佛空修，跟各位都谈到了一个四句偈来的一个功嘛。那他诵经完，两个人在弄回向，观心西方解脱中，九品莲花为无边，花海结论无无性。不退菩萨为观，你这句十句偈，做心想听，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他第一个关键就是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真不真实？愿从哪里来？你过去所修一切累世也好，现在你今日的功德也好，还是你这刹那间的念佛的功德也好，愿生西方净土中，此愿真实不虚。你才能够生净土宗哦，你的愿力多大？你愿力真实到什么程度？九品莲花，九品有上中下品，管的到上面境界，你九品莲仙第三境界，以愿成就，管心使用净土宗，那愿这么真实啊？可是你管心使用净土宗，那愿不真实，你连九品莲花为父母，你都生不了，到不了。所以听这个啊，观世音净土中，哎，那个这样，这个机会用哦，
是蒙者会用往生的上紧换啊，较会用平时啊，某念一句哦，现在后尾要去西方的，越不争嘛，我每一个时刻都想去，不是只有等到什么那个无常到来，每天都满载无常。我有一天拄着一个东山朋友，伊讲，因为前几天不是有了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同山上传了一个篇文章啊，网络文章啊，有一个老和尚，出门拄着一个，伊去捡茶，老和尚去捡茶，啊，捡茶倒来了后呢，啊，拄着一个少年，啊，少年呢就平头去捡茶，想讲这老和尚啊，真好欺负，啊，介算啊这。啊！伊就捡一只蝴蝶啊，一只那蝴蝶嘛。就问那和尚：“你教我写书好无？”啊，然后那些和尚：“一只蝴蝶，伫我手中只蝴蝶，你若钓会着，伊是死也是我；钓会着，我输你啦。啊，钓会着，你打伊去，那个茶，哦，木材啊，你也好嘛。”他说：“好啊，好啊，好啊。”你钓看死也是我，然后上哪里？是，你讲我。我伊个讲死个，啊死个就讲啊，你又唔对个就话呀。老和尚取讲死，是咪是要爱去叫蝴蝶话？侬啊才死个，侬那你说错了话呀！啊，输了输了，哇！这个少年甲我赢老和尚，我说话，遐老和尚嘛做存在啊，上面一个性命救我落来。这个囡仔对吼，甲爸爸讲，哎，老和尚有够高明。三个就我甲骗过去嘛，讲啥？我就掠一只蝴蝶，我看问一只蝴蝶啊，死个，我狗叫死个，我当手甲放着伊话，我就惊，伊输我一担茶。迄老爸一听讲惨嘛，阮惊咱做孽哦，赶紧传来一个老和尚忏悔去。我想讲啊，我老和尚慈悲啊，我是准备不是我吗？迄老爸他才惊。老和尚，你若甲讲这只蝴蝶啦是我啊，你全得甲吊死。伊无咧甲你讲，甲你咧做孽咧。了一担茶，救一条性命，对于和尚来讲，功德无量。哇！然后这篇文章被抄开之后，其中有一位同在都爱讲起了，讲和尚也可以赌博吗？问这一句话哈。你看和尚可以跟人家赌博吗？还有广告戏啊，哇，你爹和尚可以赌博吗？你知道我怎么跟他回答？你哪一天不赌啊？你每天都跟他，我就跟他很简单回答：你哪一天不跟无常过招？你哪一天不跟无常过招？性命在呼吸间呢，何止赌啊？都在天天过招哎，秒秒过招哎。你们还说你不用跟他回答和尚可不可以赌，你就直接我就直接跟他回答，和尚不是跟你赌不赌的问题，是你哪一天不跟无常过招。我还那个阿拉小神，你哎蛮幽默的，那就晚上说师傅对不起，我有点小白目。哦，那当然这是一个教化，不是他就是种教化，所以说。有时候他看是哎，这个好上到变头，哇，那，但是一个善知识才知道，对和尚来谈世间的心观机会，他会重视那么多吗？就不过几大茶就可以救一条生命，何乐不为？你说他对吗？那才是大智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